很少看到两只一起在这边扭动，长得好像，因为他们是同一台吧，姐妹。还有一只长得比较不像的在我们，另外一只也出来，很好笑，他们的动作真好笑。后面那一只长得比较不一样。做一样的动作，你们要做什么？你要什么双人木偶戏吗？这样好可爱哟、哦，双两只在对他的脸，你们到底在干嘛？因为我给他们吹电风扇，他们很嗨。你们这很像那个双簧表演还是什么的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反正就是很可爱，啊，难得你们有可爱的表演，就这样就够了，这样就100分，那好可爱，好可爱。